又涨停了，又涨停了。想知道谁涨不停吗？当然喽，看节目喽。欢迎投资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华冠投顾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2月22号星期三小周末喽，行情盘势都在甜心的掌握之中，个股也是继联宇JPP 之后呢，哎呀，这档股票吓死宝宝了，也就是呢这只虎不完让你赚不完，连三拉三，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老师短短三个交易日、哦、是三根涨停板，最强最猛最标的股票都在温刀啦，开心啊大赚了啦，用力花啊，好开心花，用力花尽量花，老师、今天大盘有跌吗？大盘没有啊，哪有跌？今天应该是涨200点吧，老师。哦，今天有跌哦。啊，今天有跌哦，我哪都没尴尬啦。这就是哦，我会员哦跟一般投资朋友们的差别。对啊，写照了，对不对？你有雷虎的哦、嗯、我跟你讲啊，早上哦就是开始在找下午茶、逛街、血拼了。哎，生活好惬意耶！我要大家哦，就是今天的节目认真听，嗯、一定要。我认为吼，就是盘势震荡的时候，你更要认真寻找真的对你有帮助的人，一定的。那我自认在这一块是绝对帮你很多、啊。今天就像今天盘中还将近快要跌200点呢、欸，但是你要去思考你身上的股票。非常稳健，甚至还叮咚亮灯涨停板，那种感觉你有没有感受到？哎、欸，那是前所未有的开心哎、欸！我要大家过的生活是这样，嗯，这才叫幸福。当然，你不用因为昨天的美股大跌，啊、今天的台股大跌，就担心手上的个股。没错，这种生活我相信才是你要的。嗯。对不对？对呀，你不用去担心啊，每天那么下破胆，不用啦，不用啊，连三拉三啊，是啊，开心大赚，刚好而已啦。来，我们来讲盘，好啊，盘是震荡，我知道你会担心，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是的，大家认真哈，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股，看到一个是长黑带下影线的 K 线，嗯、对不对？然后稍微微幅出量，是的。但是呢，我要先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先去厘清。好，近期的消息。嗯哼，好，近期的消息，你可以看到昨晚的美股的道琼回落697点，将近700点，费半也是回落，也是受到什么？来，经济性的因素跟非经济的因素是一起飞，是一起飞就是一起炒。好，来，我们先讲对经济性的因素哈，就是、嗯、PMI 指数上升。那 PMI 指数上升，我给各位一个重点哈，这叫采购经理人的指数。嗯哼，那采购经理人的指数上升后，会影响到什么？我用白话文解释，吃喝玩乐都在赚钱、嗯。对，重复一次哦。吃喝玩乐都在赚钱、嗯、吃喝玩乐的消费非常的多，对，那当这样的消费多的时候，通膨是不是容易起来、对呀，哎、欸，这样讲很清楚有没有、有非常的非常清楚，吃喝玩乐是不是通膨就上升、对呀，通膨上升以后就开始干嘛， Fed 来 Fed 里面利率的人马就开始讲 哦升息可能今年又不要就是延后啦，我又要升息，所以升息的议题又出来了啊。再来非经济的因素、普丁昨天是不是有出来言论，因为毕竟出来了，对，俄乌议题已经满年满满周年，对，周年了，对，然后他就说他有可能会恢复核武的测试、所以你 看这叫非经济因素，对呀、好，那这些其实我如果你是够认真的铁粉、来，我去年的节目讲了很久、对不对？我说去年整年度我全球都有震惊问题，十大震惊问题，我用去年的十大震惊问题去帮你找2023年可以操作的股票、来2023年的可以操作股票，我拉出七大族群，是的。那我问各位，雷虎有没有在军工里面？有啊。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雷虎有没有在我2023年送给各位的趋势
大预言里面也在里面呢、哦。哇，嗯，再问各位，现在会员手上有没有？当然有啊！再次恭喜会员，撸碳撸贼啦！我要你了解，你跟的老师、嗯、看的。看的面向是全方位，是广泛的。我不是只看今天这个点，没有哦。我早就用去年的政经局是帮你去抓今年的七大重点、七大主轴的个股，我都可以在过年前送给各位。没错，我让你看我一整年怎么操作。是的，我说过有实力，不怕你来做验证，我不怕啦，不要赚太少。你再看今天好了，今天好来大盘，嗯，大盘哦，你看哦。今天是不是一开盘就往下撤？对呀、啊，对不对？一开盘就在盘下游走、嗯，而且是大跌，大概150啊，快200之间这样晃晃晃。那我问各位，我要大家非常安心，你来看我给客户，你来看我给会员的讯息。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嘞？好，来下一张。好的，你可以看到昨天雷虎，是不是叮咚是涨停板的？来哦，我昨天哈开盘没多久、嗯，我就说雷虎又涨停了，是开盘大概十分钟嘛，嗯哼，对，好，我说你可以先去安排周末的吃喝玩乐。老师，等一下，昨天221是礼拜二才上班第一天，第二天老师你就说要安排四天连续假期了，对啊。老师，我真的是会员，好开心的，吃喝玩乐兼赚钱。不好意思哦，再来看今天的，今天你有看到哈、哦，一开大盘开跌就是一两百点以上哦，对不对？来，今天有没有九点多？我又讲了、哦，9:41，美股昨天大跌影响到我们台股啦。对，不过我们手上的股票非常的强势，雷虎攻高是的，续爆有续赚是的。你如果是我会员，你有没有觉得？很轻松，哎、欸，老师，9:41哦，大概在这附近呐、啊，哈，对，哎、欸，还没涨停哦，震荡，哎、欸，对啊，对啊，啊，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爆个料啊，怎么了？我要爆个料，他还没有涨停板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先发讯息给品化说，哎、欸，今天的三天三涨停，雷虎，我说老师。雷虎阿北涨停板，那个时候大概7%-8%左右。老师你也太神了吧！嘿嘿嘿，刚讲完没多久就涨停板，丢实力，恭喜会员啊！今天又两根涨停板了。所以，我今天只是要告诉大家哈，你看到盘势的震荡，你会怕，你会怕哈。我讲白了。是因为你没有在我身边，对呀、啊，因为你没有收到老师给你的讯息嘛，对不对？如果你在我身边、你可能根本没有感觉盘大跌，对你早就安排接下来要去哪里玩了。为什么？因为早上的讯息早就发给你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这很重要哈、哦，我要大家在股市里面的眼睛是打开来的哈，眼睛是要雪亮 的，尤其用今天的盘其实很好、很好。为什么？你可以看我，我雷虎从去年讲到现在，哎、欸，去年的雷虎是飙出了136%，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对，所以呢，去年的政经问题也影响到今年的政经问题、所以我去年有做军工股，我今年也说军工股还是会延续，没错。尤其是我不要讲说俄乌的议题，我光讲全球。各地的国家大国都要补自己的军工的库存、对，这就非常重要了。美国不就出来讲我送给乌克兰 的那个所有的军械，但他光我自己美国我就可能补库存要补个一两年都还没补得到哎、欸，自己用都不高啊，还丢啊，基本库存要有啊，是不是？是啊，所以我去年雷虎我可以这么标，然后呢，经过震荡，经过整理是。经过震荡，经过整理，我常跟会员讲，股票换掉，股票卖掉，是因为我想把你的资金做最有效的运用。前面这一波雷虎，你看到136%，低档我就带你卡位了。好，然后呢，冲高以后，全市场在讲，每次都是这样，嘿呀、啊，大家都来了。冲高以后，每次全市场就冲啊，雷虎，对不对？但是他就横在这不动了。啊，我不是赶紧换了5284的 JPP 吗？有哦，我不是赶紧瓦柜来继续赚吗？对啊，继续赚呢、欸。啊，继续赚。老师，你最近又很鸡婆，你在节目上讲JPP。让别人去追，是我问各位啦，我的成本在6开头，六字头，现在都飙到99.7了。我的会员，我可能带他去追吗？我问各位，不可能啊，当然是锁定下一档了。我还怕会员自己去追，跟你讲，叫你不要追，让别人去追，没错。然后换到老师的什么？
8033。对呀，这三天我不要讲多，这三天你看到 JPP 是创高，是的，但是我8033已经连三拉三，三根涨停板咯。我不是要告诉你多会赚，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把你的钱当成我的钱，是我才会做这么灵活的运用啦。这样了解吗？清楚明白。我自己的钱，我是盯住，我是盯住。对，打24个结的，没错，不想干嘛给营业员赚的，这叫不要太多的多余的动作，没错。所以谁可以像我这样，过年叫你买好买满，是毫无悬念，爆股过年，我爆股过年很轻松啊，为什么爆股过年来哦？市场上来追股票的人多的是。多、哦、市场一开红盘 ，JPP 是不是冲啊？对呀，一堆人追哦，追哦，追哦！我是不是就让人家追？对，没错，坐在轿上的感觉好不好？舒服。然后呢，2482呢、超级恐怖，超级会涨会飙，好好赚。这一波93个、百分点、啊，是不是开红盘？哎、欸，全市场就追哦，追哦。那、啊、我是不是过年前买好买满？哎、欸，年后就赚饱赚满啦、哦。会员后一开红盘，那个嘴角每天笑到这里，不自觉。是裂到耳朵旁边去了，有没有感觉舒服？当然开心啊！好，来，我说后我要让你知道你在妍希身边、是有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看哦，这个我看到我其实很感动。欸、为什么？如果哈、哦、老师如果早点认识你，应该就可以躲过去年2022年的股灾。然后呢，去年把爆了3年的利红出了一半。不过真心认识老师，我说了嘛，我说我要你什么？股票会赚钱、你也要会守。对，没错。这样你了解吗？这个会员是这阵子齁、来到妍希身边 的。我就直接跟他讲，放心，随时来找我绝对都来得及。只要你肯愿意伸出双手。绝对来得及。那再来呢，哇，创意赚宝赚满。会员给我满满的回馈。满满的感谢。我觉得这个齁就让我齁让我感动在心、啊。这样真的很窝心耶、欸。因为他们真的有感受到齁我是用心在带他们。没错。我发讯是。对不对、我把产业看好、对不对？再来呢，你看这个会员，对，老师逆势哎、大盘大跌、我们还可以赚大钱逆势中还能赚大钱，这感觉哦，终于我要的就是这样，没错。哦，不是说我都会赚，而是后我。真的是认真在帮助他们，他们都感受在心、一定的，我要就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盘你会怕，是因为你不在甜心身边，你没有在我身边。对的，齁，那这里齁，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齁、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大赚、特赚，一定要的，亲爱的好朋友们，来这个会员齁说，我们常说礼拜一是 Blue Monday， 因为要上班了。我们会员说，哎呦，赚钱的 Monday 多开心啊，每天都期待开盘。对啊，只要股市有开盘，甜心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在股市当中抢钱、赚钱、赚大钱。那么另外，我要帮我们的粉丝好朋友铁粉来。要求一下老师，昨天的那个铁粉的专案吗、还有吗？我们要回归正经话喽。我这么讲齁，庆祝雷虎连三拉三，真的不要等了。今年的行情真的很好，我等一下再告诉你盘怎么走。行情真的很好，绝对才刚开始。是的，这么讲好了，我今天给你一个特别的，好，我给你齁1+1是无限大，只有今天哦，只有1+1无限大。好的，好的，感谢甜心，赞叹甜心了。干啦，给那里，只有今天给您汇集会费1+1无限大，想要自己的获利无限大，自己的幸福无限大，开心无限大，铁粉专属的优惠专案活动哦，铁粉专属的哦，企划案来电做把握，只要您愿意伸出双手，双手。任何时间来，一点都不嫌晚。想要把甜心拉屌屌的朋友啊，赶快有铁粉专属的企划案，手刀把握喽！广喜留给大家。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亲爱的朋友，电话拨通了没？在甜心身边就是三个心，安心、放心跟开心。所以，亲爱的朋友，应粉丝朋友的要求，铁粉专属的企划案，今天甜心哦，真的是只有今天 ，only today。很周期，赶快电话来做拨通，汇齐会费给你1+1无限
大，听到无限大这三个字，三个斗大的字，一定要赶快手刀把电话来做拨通了。来，你观看哦，今天盘回落将近200点在盘中的时间，但是你收到老师给你的讯息，免惊，股票还没有涨停板，直接先发涨停给大家了。老师，你真的太猛了，果不其然，好，一开金口一语成谶，三天三涨停，恭喜大家啦！都谈都贼啦，这就是吼，这样的盘，嗯嗯嗯，有我跟没有我在你身边的差别，差很大，你是老心哉哉呢。我认为吼，就是常常很多人都说财富自由啊，财富倍翻啊，对，没错。但是这样的盘有没有办法还实实在在的赚到钱？哎，这才是重点哦！哎，对啊，对哦。那如果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盘都可以赚到钱，哎，那往上天天涨的盘随便赚吧，赚到翻天了啦！赚到这就是为什么妍希可以十只长辈股十全十美，是哦。然后呢，又可以八只长辈股，去年大盘回落6000点，我还可以八只长辈股八仙过海。再来，这为什么妍希可以买到375、380的台积电？好，来，我今天用台积电解给你好了。好，看到你现在看到我前两波的台积电的操作了，是。很清楚，对不对？我说过，你看台积电就等于看大盘，你会看大盘，我就解台积电给你。好的，这么简单，这样好不好？好哦。你现在来看哦，台积电在这里，我是不是告诉你，去年十月的时候，我说375、380就是买？有，我当时怎么样把375、380的价钱，给各位的，我还教过各位怎么看，有的会员都知道，是，用 K 线看很清楚。好，再来冲高以后，冲高一波，是不是来到508上下？没错。冲高一波以后呢？是啊，508上下，你这样一段就已经超过100块的价差，哎，一塔了耶！对啊，几丢呢？再来啊，再来啊，这边啊，对不对？这一波回落是不是让大盘也回落？是的，你现在看到是回落，没错。你现在看到是回落，我叫你买，有对不对？嗯，买到回落，我叫你买，对，回落我叫你买，是我在比。台积电跟大盘，你要看得很清楚哦，有没有？有，是不是大盘回落，台积电回落，我叫你买？没错，大盘回落，台积电回落，我叫你买。有，那我问你，除了当时候买台积电，我是不是也叫你买什么创意？有，我直接敲创意，这样看得懂哈？是，好，那是不是去年你跟着妍希的动作在这里买到创意是405？对，好，那这一波是不是大盘又回落？没错，比哦。大盘又回落，回落喽。那你又跟着妍希，妍希叫你什么？台积电450以下买，对不对？闭着眼睛随便买，再敲嘛，来，是不是450以下买？443，没错。当时呢，是不是又造就了创意的什么第二次的加码点？有，你这样看有没有清楚？也是超过100块钱的价差，双涨倍嘛。是啊，来哦，4726，是不是？46。宝瑞啊，是的，宝瑞6427啊，不好意思吼，那个数字吼，妍希背不起来，直接6427敲出来，电脑被我弄坏了，真的。好，没关系，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你现在一样看盘，你是不是这一波的回落？这一波回落，你现在担心台股这一波的回落？对，那我问你，台积电是不是先回了？没错，台积电先回了，先回喽。台积电先回，哦，老师，那会不会破500？我告诉你。有没有破500不是重点，他现在干嘛？做回测均线的动作。是回测均线，我说过了，技术面回测均线合不合理？非常合理。我要测测看，我每盖一层房子，我要测测看地基稳不稳，地板强不强？哎，对哟，对不对？那这条均线最接近的是什么？季线嘛，因为月线破了，人家已经吓死了嘛。但是月线破了，我们雷虎还可以三根涨停板嘛？对呀，强到不要不要的。对，好，那但是来，是不是等于他这一波回落后再测一下支撑？季线大概492，测一下支撑，再往上。换句话说，再往上的这一段，是不是会造就非常多的长辈股或是标股的起涨点？是的。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好，今天老师跟大家非常多这告诉大家机会在哪里，不要因为行情盘是震荡你就担心跟害怕了。今年老师说是倒吃甘蔗的一年呢，我们已经有两只的长辈股了，甚至还有其他正在预备备来的路上。对，所以亲爱的朋友，好赚的行情一定要把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赚到了。铁粉专属的企划案，
错过就没有了哈。给您汇齐汇费双优惠之外呢，一加一无限大，想要自己的获利无限大，想要让自己的幸福无限大的好朋友们，电话来做拨通，务必跟紧脚步喽。节目现在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喽。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